侧方位停车我们在驾校都有学习过，但学习的过程中多多少少都会左边压线或者右边压线。那你知道我们学车的侧方位有多长有多宽吗？标准的侧方停车位，车位长为 1.5 倍车长，再加1米，宽为 0.8 米。不论是从哪个方向来看，都可以说是相当宽敞了。但在生活中，可没有这么如意的车位让你去停。看看视频中的这位大神，车停不进去，就用车头怼前方车辆的屁股，费半天劲才好不容易把车停到车位中。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可不提倡。有人就说了，这么小的车位谁能停进去？那小舅子可要反驳你了。在我国就有这么一位牛人，侧滑漂移停车入位，车身离前后车辆距离加起来仅8厘米，不仅不能碰到前后车，而且还必须和前后车保持一条直线，牛吧？快来一起看看。